我们希望在永续发展上扮演积极的执行者跟倡议者。虽然得到一个奖项的肯定，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内部人员受到的观念的改变。身为台中的一份子，中农应该善尽减碳节能的一个责任。这个 A Plus 计划往后要办得更大，只要你有绿色经营生产的理念，而且有成绩的，我认为都是应该被鼓励的。